原来的话是这么个情况。原来的话就说可能出去的时候到县城还是染一下头发嘛，因为毕竟个人的形象之类的。而这一次的话是当时通知会议的时候是晚上的时候，然后就是早上6点凌晨6点往县城里面赶的，到了会上后来然后就开会，然后中间这个过就没这个时间去处理。哎呀，也是挺对不起大家的。实际上我也只是我们基层干部这当中的一个嘛，全国这一块在基层干部这块都非常辛苦。其实工作都差不多。我一直都在乡镇，当时的话99年工作，是我们不是有很多网友都在那个质疑，说是19岁是大学不毕业怎么工作？因为当时我们是读的那个中专嘛，毕业差不多就是那个年龄，就是19岁左右，然后一直都在乡镇里面。